粉丝提问：如果删除所有房子，游戏会怎样？不啰嗦，直接开始。有三个变化：一、物资变得超级少，房子里有大量的物资，玩家前期都会跳有大量房子的地方，可现在房子被删除了，房子里的物资自然也就没有了。从此以后想搜物资，只有去露天的刷物资场所了，例如石头上、桌子上等等啊，一整个地图的物资都将变得超级少。二、前期人数下降得更快，物资少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。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落地的时候了，大家会更疯狂地抢夺物资，因为物资太少了，你不去抢就没有了，到时候人家拿枪，你只有拳头，怎么和人家钢枪呢？所以落地人数会下降得很快。三、空投将有超多人抢，这样一改的话，空投就成了香饽饽了，因为物资太少了，空投里有固定一套三级装备，再加上一把空投枪，这绝对超级吸引人，到时候每一个空投都会有超多人抢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